好，姐姐跟弟弟要来开箱吃这个乐天的松鼠巧克力饼干啦，这个很好吃哦，这是韩国进口的，姑姑留给你们吃的。我不喜欢吃饼干。好，那爸爸吃，爸爸跟姐姐吃，可以吗？嗯。真的哦，姐姐我们两个吃就好，她说不喜欢吃，你听到了哦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好，到时候好吃不要分给她。喜欢吃巧克力啊！好好好，听到了哦，宝宝录影哦。以后巧克力都怎么样？可以给弟弟吃吗？不行，给弟弟吃，他说他不喜欢吃，知道吗？如果是糖的才会吃。哎，不能这样，那糖的那个就不是巧克力啊，那个叫糖块。姐姐，我帮你打开吧。我比较喜欢吃糖的巧克力、啊。是哦，可是糖的巧克力对头脑不好，这里吧。有可能是白巧克力啊。哇，姐姐你撕的那么漂亮、哦、啊！我帮你啦，我帮你。那是绿巧克力啊！哎呀，我会撕起来很丑。我的皱巴巴纸。没关系，你直接把它撕起来吧，因为它那个没办法撕的好看。好啦，我们的主角登场啦，就是这个。主角不是我们吗？哦，对，主角是你们。好，那你打开了。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什么？上面哦。有的向かい行ってみて。Q 啊，哎、欸，什么什么红忘记了，嘎的佩鲁卡呢？就是今天彩虹出现吗？来啦，来吃，打开了。哇，跟那个图案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看一下，有跟图案一模一样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像哎、欸。好，姐姐你先吃一个吧。看起来好香哦。嗯，你要吃你可以后悔没关系，那你要后悔吗？好，你后悔了、哦。好，姐姐你吃吧、嗯，吃一个吧。弟弟你也可以吃。很像，嗯，很像，真的很像。来，弟弟，嗯、好吃哦，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哦。哇，那我也要吃，你帮我拿着，帮我拿着哦，我要拿一个来吃啦。怎么啦？给我那个。哦，我不能吃甜点哦。